相信，我受不了，我不忍耐，我没办法接受。这就是这点叫做想。啊，伊伫想的内底当中，会产生讲，这物件内底当中，伊怎么走？无清无楚就啥都袂回来，无清无楚就啥都袂回来，你听无？所以讲对嘛讲，啊有对嘛讲，啊对嘛做，有对嘛做，安尼啦。啊，你甲看，你迄个想要怎样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？你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，因为你若认无重要，你免来想了，你嘛免来听歌，你嘛免来说话声，你唔免来，啥物免来？因为我都无需要，我才过来。但是咱来就是真正没有咱的地强神勇，没有咱的地强啦，咱的地位较强起来。就刚才讲的，要甲迄个只物件，要甲切落清清气，要甲切落清气啦。所以，予咱这个囝会当照见五蕴皆空，好，伫心经内底当中就讲咧，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安尼。但是咱要怎照见？咱要让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咱要怎有这个皆空？因为咱的色受想行识，这叫做五蕴，哦，叫做五蕴。迄个蕴就代表讲叫做阴，叫做黑暗。但是你有这色受想行识，甲攀缘伫这个不识变了不识的内底，你会将对着五蕴的路数去行，你会行对黑暗去行。所以呢，因为你若不定，嘛不起来以后，这五蕴就做你的主人，就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，后边迄个色，迄、那个地是要超化。啊！地心要操什么啊？操形色，色就是一切形有色相，修就是感受，相就在你想，形就是做出来，色就是迄个地心的色，就是迄个后面咧主宰着头前迄四种的物件。啊，迄、那个色，因为迄个出头，迄、那个出头，咱内底有内心世界，有只出头，迄、那个叫做色。人安怎讲呢？你较色鬼，你只色条条，我。啊，迄、那个色色鬼、色跳跳啊，甲色鬼，迄就是恁骂嘞，甲伊内心世界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老嘞，迄、那个色、迄、那个色底色的迄个色。啊，恁今日想到，就是要把迄个色甲消掉的，要用着智慧来处理代志。所以老早咧，人讲，伊讲，伊讲一句话呾咧。学到相无自性观，就悟诸佛同一类。咱六祖慧能，伫这個六祖大经，下这個第六品，下这忏悔品的内底当中，上后挂挂就是讲六祖大经第六品的结论，伊用着二十句的无相数，甲咱讲咱内心世界。伊讲你这学到之人哦，学到之人，听好，你这学到之人。相见，相见，哦，相无自性观。如果你时时刻刻爱在观察你家己这颗心，我请问，你这颗心要发脾气，你该控制掉的。嗯。你的喜怒哀乐，你该控制好势的。你控制袂好势，迄种叫做习。哦，若听到一个足欢喜的，哦，欢喜到挡袂掉，对不对？无一边来讲讲，唔听嘛，感觉安尼，家己也足艰苦的，因为控制袂掉。你听了一句足受气的，你控制了袂？我现在我现在听出来，因为你无法当观察到你家己迄个心的起心动念，你怎会了？你哦，你家己放纵，你家己迄个贪哦，迄个失意，迄个失意，迄个物件，迄个做代志，因为迄个人开始咧颠倒，啊，你何人烦恼啊？所以做是非的内底当中，拢迄个失的内底。迄个色条条迄个物件，所以迄个就是咱拄则讲的，就是咱害咱一世人，啊嘛足惨的，让咱去沦为就是讲迄个物件。不过呢，咱学到相依自性观，学到相，咧伊个伊讲学到相依自性观，哦，相依观了迄个家己的本性，迄、那个本性的起心动念，你会足清楚的啊。啊！若安尼，你控制你家己迄个色神，控制好势，你无互你挑作挑衅，去去后面做代志。啊！若你前有无自佛同一类，两佛都共一类，安尼对啦吼。伊讲，但有心中有罪的，
各自信用进忏悔，依然来讲讲，对，修过来这当中，人生一定是做众生，有两种原因，第一种就是轮回来，第二种就是承接来，咁是安尼，承业啊宿命，我叫你承接，迄、那个劫叫我来，我无来会使呢？迄、那个劫若去叫去做地，无去做地会使呢？迄、那个劫若拖你去做，你去做会使呢？迄、那个劫是食可怕物件呢？迄、那个劫换一个解释，迄个引导啊，你无去袂使呢？但迄个劫是成什么劫？是你做的因起的呢？你前世人的因是做什么因？迄、那个劫就拖你结什么果呢？你讲我死人做啦，我后世人就袂做啦，各后世人都嘛袂做啦。你讲要做啦，你当做啦。我袂做佛的，我做佛干袂当做佛，我袂做菩萨的，我袂做菩萨，袂当做菩萨。不是你说的算呢，不是你讲的准呢。迄、那个你做迄个因，甲你拖起来呢。迄、那个因，甲你拖起来做。迄、那個、一定原因呢？迄、那个因为何袂甲你拖呢？你那一句话，那讲比赛无，叫做自作自受，敢是安尼？迄你家己做，你爱家己受的物件呢？迄、那个不是别人帮你做的呢？啊，所以我一句话在讲，可怜做人有什么物件？有可恶之处，敢是安尼？迄只无量台，迄只无量台哦，可怜无？嗯。但是伊在遐可怜的做无量台，伊真世人所做的迄个可恶之处，你莫烦的。你只有进是用台，你看出可怜对不对？你看很可怜，但是你无看见用台呢？一个租金啊二十外块，我跟你讲的，中国大陆，安尼穿甲足舒嘛，穿身官鞋，穿衣袍，化妆嘛足舒嘛，就租金啊。双手扣的，用迄个大链扣的，扣起从来只美女来穿衫，一个二十外块的租金啊，美女来穿衫呢？有可怜的无？迄、那个他中国代表人，我即个解脱，解脱就代表很可惜。啥二十万块，伊会向别人侵占，因为甲看伊的典故的，安怎讲？伊犯法，伊违道。伊可怜之人，有可恶之处，伊就是因为伊违道。今日一见道也好，明显害死偌济人，你知影无？那是无法度。是安怎伊会去做这代志？伊就是用伊的习。伊就是互伊一只毛害落去，什么人害咱的？啊，什么人在叫我去做的？啊，什么人害我的？什么人害你的？什么人跟你去做的？你若无要去做，什么人拖你的行？敢是安尼？是不是咱家己戆？咱就是无智慧。所以你讲学道俗，你讲但用心中拄罪的，听好哦。但用心中，咱内心世界，什么人讲无罪的？你力劫来啦，什么人讲伊无作业的，无做做人赢手，大家都有，坐较少尔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嘛，因果就叫做无相干。但是因为咱下当对咱内心世界，把咱过去深的恶缘、甲浅的恶缘，做一个标出来，各自心中真忏悔，内心世界，咱今日要去忏悔，该去忏悔。啊，我不做，你随便都叫我忏悔。忏悔无代表对别人，听好哦。忏悔无代表对别人，忏悔无代表你做对干唔对。因为内心世界忏悔就产生了你这物件，你一直咧切，一直咧切，你家己一直咧切，咧切你这物件。你忏悔是对别人咧忏悔，你要搞清楚。因为你内心世界若无光明，你人生的地位就走袂起来，你永远就做那，做迄、那个。参照哦，咱不是讲讲无魂有体就超啦，无魂有体就超啦。我就是有啦，我都无魂有体啊，就体啊就超啦，无路用啊。啊，人生就是啦，啊，甲所做的所行的物件，就是无功用的物件，哦，无功用的物件，你人生所做的物件，做众生的代志，你有做着你家己自己爱的物件，那叫做什么物件？那叫解脱。所以今学道就是应清净了道学，清净心性的物件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今日去佛陀甲咱讲一句话，啊，六祖慧咧甲咱讲一句话，安那？但问在心，
但论大神即插话，拄写天正即无罪，伊就爱讲，因为因咱大家幸福，咱无定一贯三宝生活，幸福靠法行动，伊永远的幸福靠行动来做够上，你来做当去做一句话来讲，因那讲，讲无恶法界何为？无恶法界何为？最上最尊最上最低三世诸佛从中出。听好哦，无恶是讲啥物啊？无恶是讲啥观？无恶法界是讲智慧，无恶法界口法，伫咧道中行观口法行动，到了佛里面已经走向解脱。那安尼当中，伊与伊后壁三句的最尊，听好哦，迄、那个无恶的最尊，迄、那个法界的最上，迄、那个佛里面的最低。这三个意思讲，清净的心、万法不心、千百万年化心，丢就是咱乾坤法界合合。咱今日得一只殊胜、最尊、最上、最低的三宝心法。但是这是咱一世人才有福分，咱唔通你一世人都有错的。那安尼，等到后世人来，你的机会就无。这是以前人讲到足贪欲的话。那做实在话，咱来吃，唔是我实际的半半块，我真正要来吃，了解一寡性命之下、大事之下、内心世界，要甲看到个立即的好运，我爱自信，恢复我这物件，叫做大愿境地心清净，安那好，这个建议非常难的，嘛请着咱信任黄德老师。啊，那个黄天老师的孙啊，王小姐哦，黄老师，啊，今日啊，要来给咱特别给咱开始吼，拍破这个之框啦吼，就是咱叫这个话的吼，这个框框打开，啊，今日要来咱拍开啦啊，啊，好好听啦啊，啊，符合啊，这个所在，咱可以做一个后面，最后啊，祝我们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动听起立。